欢迎回来收看这个 Dreamhack Last Chance 第三天 C 组的比赛啊，这边是来了败者组，雷诺对上 Hero Marine。雷诺上来还是化身为了唱跳之子，但是这个是看来终于放对的 rap 啦，而且这次还是戴着帽子的模式，没有证明还没被打乱，你知道吗？刚刚休息了一下，发型还没乱。好，第一张地图来到死亡光环哦，左上角蓝红色的虫族是雷诺，右下角是 Hero Marine，Hero Marine。请问这雷诺是可以唱一整场吗？其实我每次都只是开局看一下，后面就没什么在看了。没有，他就是开局唱啊，唱到赛事那个看唱到就是可能例如说在会战很认真在操作的时候，他就闭嘴了。大家开局就是一唱，激烈的时候是。不会唱，他是没洗头啊！你不要管，有。有没有看起来很像没洗头吗？有啦。可是看起来就是那个头发很油的样子。你是不是专业的？干，这我有经验的好吗？你是不是专业的？他这看起来就是昨天没洗头啊，头发很油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感觉不止一天。根据我多年的观察，这应该不止一天，这应该至少有两天以上。我专业。他戴着帽子，他头不会油吗？啊？那种东西就跟你熬夜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过了就过了，过了就无感了。上来，雷诺，空兵往三星地址。都没看声音哦。有啦，我们比较晚那个哦，我们比较晚开始。超级认真模式，打个信还是在打拳呢、啊？你看他，他可以看你头很痒，我跟你讲，一直瞧帽子。他这个一看就是头很痒，我跟你讲。然后另外一边就躺在椅子上，舒服的在坐。另外看起来就像是没什么事情发生一样。我知道怎么 Q 版运操作不好了啦，为什么？他都是躺着在打电脑的啦。没有吧？他看起来你不觉得他就躺着在玩吗？他就是坐正在玩啊，没有，他躺着在玩，他那个操作感起来的感觉就比较没有那么、哦、對，沒有，你很少看到他像雷诺一样就是坐起来，然后、啊、头都已经快塞进荧幕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的专注度感觉就没有到那么这种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兵过去会赢就是会赢，不会赢就是不会赢嘛。对啊，有道理哦。他就是打一个打一个大概的那种感觉，然后雷诺是高度集中了在。在控那东西，真的。好，后城坐起来。雷诺最喜欢的就是100个妈妈开局。好的，然后上面先补到100个嘛，开心的一笔。好，其实的确就这么夸张。这雷诺跟 Hero Marine 在应该是前两周还是前一周的 ESL 周赛，在欧洲区才占了一个3-2，打得非常的激烈啊！想不到雷诺如今也会打到3-2了。你说的没有错。好，两个 BB 要准备双生攻防哦。可以，因为你是有侦察到 Hero Marine 的开局蛮偷的，三矿已经飞出来，4分半就飞出来了。哦，两 BB 感觉要双生攻防狗了。你说的没有错。四矿，雷诺四矿在4分50秒就丢下去了，攻防都没按，攻防没按啊！我们先来。他们当年被打好扯哦，感觉他们两个太熟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没有、啊、他刚他刚有一次王虫进去已经看光了，往死里偷就好了。就是你打 Hero Marine， 不管哪个种族对抗，感觉你打他，你要么就是往死里按，不然就往死里偷。那要对方，那要他把你当个人了、啊。你说谁？那要 Hero Marine 把我当个人。会啦，是这样吗？不是、啊，你遇到你不认识的人，你上来你不会先打的保守一点？韩国人不会啊，那是韩国人，他又不是韩国人，他看你是韩国人。也是哈、哦，真说的真是有道理。对啊。雷诺，打韩国人就是上来，他不认识你，先防好一波，我们先防好一波再说。对啊，
先上来先开，先用一个很真的一波的开局赛赛看。对对对对，搞不好就不小心买到大的了，反正也打不过嘛。我跟你讲，当你买到你还打不过，那就是那你今天本来就没什么机会赢了。对，那你就看看就好了。对，那就我跟你讲，然后如果你第一盘赢了，我跟你讲，后面节奏就在你手上。对，后面你就上来，就会发现他们一定会很怂，就可以往死里拖。好，讲道理，你们打的真的很像个雕像，你知道吗？他都没动过，哎，我看他，我在背后看他，我看他还没在动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看雷诺这个农民按的真的是爽晕晕，好像已经76个了。对啊，他这营运就很好，你看六分半，76个工兵，然后狗还这么多，跟神一样，好爽。好，Hero Marine第一波要出门了，火神塔。有龙狗毒爆了，哎，他这难怪节奏提不起来，他这出门也怪怪的、啊。他根本就没想出门，好吧？他感觉就是出门走个形式，没有，他是走个过程，对啊，就告诉你我有兵哦，就这样子。你知道很就是像什么马路啊、卫星他们的走，就给我的感觉像是。只要你不注意，他就给你死了。但 Hero Marine 的兵走过来，就感觉嗯，你应该是真的走过来而已，你应该等下就要回去了。他就是往后打，慢慢打，就真的是慢慢打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因为 Hero Marine 他这把就是八兵营了，八兵营了，八兵营了，八兵营了。他后面三个兵补的很快，他这波兵其实也不能送哦，尤其是那两台坦克。可对面也只有狗啊，所以理论上应该可以走的深路点啊，他可以操作，因为他可以载走啊。坦克载不了。你知道，你就坦克放得远一点，然后枪兵走过去。对啊。我想不是这样吗？坦克放得远一点，枪兵走过去。他坦克有点。哎、欸，他秒了一台，他秒了一只后虫哎、欸。啊，这就雷诺吗？我感觉他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他就是要把那边架住。等一下，后面的兵来，先架好那个位置是吧？欸、奇怪，为什么他不知道家里这么多枪兵是黄血的？哎、哦欸，被截了，被截了！大哥，哎、欸，奇怪，这不是单线的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长这样？哦，哦，哎、哦，不要忘记攻击！他等一下会卡是不是？他要散那些枪兵就已经。不是，刚刚只有四颗毒爆，刚不是上来什么，只要这个韩国人就上来啪啪啪啪，然后那毒爆就接。他上来就是打一个大概。错了，至少你看他的营运，营运的非常的好，你看。啊，八兵一爆枪兵营运是能多差啊？哎呀，九分钟了，忍住很难。很难啊！我哇，我转了，你转了吗？站起来！我转了，你转了吗？转了，大家都转了。主台呢？我看一下主台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要超时空跳跃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跳跃。现在没跳跃，那我跟你讲，完全不跳了。没错。不是不跳、欸，要包起来，要包起来，要包起来，要包了。哦，后面 Hero Marine 全部散开喽，可是这毒怪太多了吧？我天，哎呀，散得很开，但没什么毛用。用啊！哎、欸，上面，哎、欸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，走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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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杀杀一波，杀一波，杀一波，杀了十个农民，雷诺农民终于回到70个了。可雷诺现在有1900块，他为什么不多下两个基地啊？你不觉得他今天住了感觉有问题吗？他今天一直爆钱。不要，这欧洲人有个理解，正常你看韩国人他们是四矿五基地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们把第五个基地甩在家里。嗯。然后这些欧洲人他们是会。把那个五基地甩在五矿，你懂吗？哦，你们就少一个机械轮，就是少喷一个、啊。哎、欸，超时空加速了！哦天哪！跳跃回来哦，不回来怎么？这个门兵已经不见了哦，我天！但其实我看小地图，雷诺的主矿应该还是有多下一个主堡的。那为什么他可以爆血爆这么严重、啊？单纯就是刚压力太大，所以后虫全部拉出来，所以可能少喷了几轮吧。哎、欸，这波兵有点多、哦，还没有上。但其实只有一台坦克而已。对啊，其实人族、欸、奇怪，他这八 BB 枪兵怎么是被宠物摁在家里在打了、啊？好奇怪哦。家里。我记得我看到这画面不都是人族一直接着接，然后宠物接不上就直接吗？对啊。还是这张地图的问题，太远了。
那个这张地图你要这样打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把那个石头打。哦，我自己觉得，但我觉得这张图打这张其实不好、啊，就是你说的太大了，太远了，啊，太大了。是啊，这张已经算这季图算大的了。而且这张图还有就是你打这个战术，你家也是很容易被换家。嗯，对啊。雷龙要包了吗？哦，他选择换家，好。有没有？他要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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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要包。其实也就一台坦克啊。对啊，这 A 上去不就赢了？哎，包起来，包，没地方站了，太痛苦了，我的天。这怪妖挺好的。还是虫子兵够多，没，虫子兵够多，我够多，而且虫子你看现在抱着一些山。这雷诺不再多下一个基地吗？我觉得。你就可以，他可以再多下一个基地。我觉得啊，那个皮尤马就可以跳了，差不多了。对，很难。皮尤马就会不会今天，他会唯一当那个被零杠四的，前面小组零杠四的吗？前面小组被零杠四的人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前面小组，我看一下，没有啊。前面我记得也都是打好打满，对不对？这是连战者都拿了一分呢。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、啊！这个一之四啊，第二个二之四啊，这个零之四啊，不错啊。讲道理，他遇到 innovation 加雷诺，算你谁啊？不然呢？一组比一组进步，对，一组比一组进步啊！下一组我们来看哪个电，下一组电碟应该是三之四吧？哦，我没有，应该是二之四，要怎么三之四？二之四讲错了，要怎么三之四？讲错了吼。垫底的应该很难升至四，就二至四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不行、啊，难得 nice 大神有语病，我们要抓一下。这样子吗？对啊，不错啊，这节奏我很喜欢，打得很快。今天感觉看起来真的会比昨天快，昨天到两点多、两点半快三点。还好，我们第一天到三点多、欸，哎，开心啊！虽然说那是因为第一天有 delay。哦，对啊。没事，后面没 delay 了。因为马润感觉就是欧洲支持，每次都拿欧洲名额来，然后每次都是最快回家的那个。对啊，他连台高二的人打不过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来干嘛。你说是吧？我们这种第三赛区的都打不过，你是第一赛区的。对，你说是吧？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啊。我看一下他打谁出现的，他就是欧洲区看起来就很强、欸、啊！他只要一离开欧洲，看起来就怪怪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了、啊，他不是打赢兽，不是，因为他胜者组，他击败了班亚，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可以击败班亚，进入到胜者组的决赛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班亚二比零的休泰，不是他打休泰也不一定输啊！啊，没有啊，啊，所以就看起来他赢的人都很那个啊，他二比一兽嘛，二比一班亚。然后进入到那个 qualify 输给雷诺嘛，然后现在再赢了一次兽啊，大败的时候再赢一次兽、啊，奇怪，休坦去哪了？哦，休坦输给兽了、啊哦，我就跟你讲，休坦输给班牙，啊，输给班牙又输给兽，那不能怪他，啊，很合理啊，不是啊，讲道理，啊，休坦放上来，啊，没啊，休坦也出现了，没差，啊，没差，休坦也出现了，休坦有实力啊，他去外面拿名额啊，好。第二张地图来到罗曼史，右下角红色的虫子是雷诺，左上角蓝色的是 Hero Marie。雷诺把帽子脱了、欸，谁把帽子脱？雷诺啊，这把是150，太阳了吧？这把是150%雷诺了，头太阳了吧？150%雷诺了，刚150%雷诺都被帮你扛下去，帮你进入300%的、啊。哎、欸，他们给 AZ 给了我另一个流哎、欸，啊？退去的，所以是每个人都在卡嘛，不然不可能突然开一个退去啊。他开一个退去的流啊，他给了第二个，然后这个看起来超最高清，然后还不会卡，开心。那为什么他没有给我？好，给你了。我们是不是有心结？哦，有，他有给我。看来是大家都会卡嘛。很好啊，开 T 区了，错了。那就可能不是我的问题啦，对不对，各位？啊，不是啊，我连我都卡，那肯定就是别人有问题了。来，我来变魔法了，各位。Magic， Magic， Magic，
而且你知道这个 Hugh Marin 是直接保送二十四强吗 ？Magic， 所以他就二十四强里面最弱的那个。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四强有谁？肯定是。不好说了，我们看一下啦。肯定是啊。看一下啦，不要慌啦。还是啊 ，Special。对啊，还有一个 Special 给他争垫底哎。不会，我觉得 Special 最近他自从开始减肥之后，他人整个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 ，Special 最近有回一点点。对啊，还有一个 Astra 跟一个 Nib 在下面陪他，这几个看起来搏动之切啊。问题就来了 ，Nice， 我牛松怎么是36强的呢？啊，因为我是第三赛区的、啊，我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在前十二四，你知道吗？有机会啊，然后抢韩国的名额是吧？大家去 GSO 夺冠就可以了。你知道 GSO 的分是很高的吗？那 GSO 夺一次冠就可以了。夺一次冠军，你说的简单哈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不过、啊、我觉得这个二十四强的名单，对每周去那两个就不一定有 Hugh Marin 强、啊。对 ，Nib 前几天还被 Hugh Marin 吊着打过 ，Astra 我看他打 Hugh Marin 也是走远了 ，Special 搞不好也打不过 Hugh Marin 啊，不要看不起人家、啊。等一下，换了这个流之后，我需要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有没有什么问题。这里有什么问题？啊，就是远啊。没有，你不要管啦、啊。哦，你真的毛很多。说不定有大小声的问题，你懂吗？好，没啥问题，可以，应该没啥问题。干，有人说游戏声音有点小，看来我听的。而且你知道这个 Hugh Marin 是他打欧洲区就很强，我看欧洲区的 ESO， 我就看对面不论只要是个欧洲选手，在他眼前你知道吗？就感觉来闹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觉得真的是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真的天地战神，他真的就是他天地每个人他遇过的他就会打，所以他没遇过的他不会打，你懂吗？真天地战神，对，就是因为那些人他天地平常还是每天一定会遇到嘛，而且我记得他不练制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大概知道这些人。是什么的样子？然后他可能说不定还稍微针对了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有道理耶。所以他打欧洲区这些，他就可以赢。他只要遇到一个实力很强，然后他不知道风格的人，那就死定了。他可能就不太会打了。哦，有道理哈、哦。该不会他打韩国人一次比一次看起来惨？好、啊、哦，雷诺这边一防升的很快。二本也很快，等下，二本你怎么开局？哦，这个长得有点像那天那个、啊、那个 ，Clem 打 Regnarok 那个开局，所以雷诺才选择这样打。有可能。啊，还不够大声吗？等我一下啊。有人打我跟你们讲，酱油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哦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啦，各位。为什么？他们该会，他们耳朵应该稍微聋。啊？他们一分钟之后一定会有人说太大声了。对。好，应该好了，应该好了。没事，一分钟之后，对我们这边一分钟之后，他们一定会靠北，因为我知道为什么那么小声的。什么？不要走！靠腰。然后这边是，雷诺只开三个气，他该不会等下发病了吧？啊，他们可能最近发现这样打雷诺的胜率最高。可是我说雷诺等一下要发病了、啊，什么雷诺发病了？他发真的、啊，他发病了，他发病了。然后他要存狗毒爆是吧？对。理论上来说，这个时候不应该继续爆狗毒爆吧？哦，有可能、哦。对吧？
可是你不觉得他这个狗爆的有点多吗？我聊天室杠已经刷起来了。所以你到底做什么？因为刚刚那原打开之后，那个退取的声音，他内建是一趴。哦，那你把它瞬间拉到100%是吧？对。谢谢主播，我聋了。来了来了，发病了发病了，发病了发病了。你看，我对面是走枪兵地雷耶，他能这样子发病吗？没有，你忘记昨天 Clan 打，前天 Clan 打 RO 的故事了吗？这不就是个 timing 啊？输了吗？熬输了吗？输了。那是 RO 打的。RO 赢的那盘上来一波耶。这张图他没赢吗？他赢的是 PY。啊哦，他打 TY， 想起来了，不是打 Clan， 是打 TY。哎、欸，那个地雷炸的是不是有点大？啊，可是对面家里炸开了、欸。今天两个要互相伤害了。乖，这虫子真的会赢吗？不好说，有机会。也不好说哎、欸。哦，这什么？他家这他家都没了吗？可能没了。可能出兵点没兵啊？哦，好吧，那只能 GG 了。可怜啊 ，Hill Marine 零知识。他是每次我下面有大小什么问题哦？他是听不到了。他是每次来打这个比赛都是零知识啊？没有啦，他有一届进了八强。哦，是哦。对，他有一届进了八强。他打赢谁 ？Nice 吗 ？Time 跟 Party。哎，人族支持。分组支持，他有一届进了八强、啊，然后后面就永远垫底了。后面有一届没出现嘛，然后一届垫底啊，可怜啊。好了，对啊，他那届他赢了2-1，他出现了，然后是八强1-3 trap 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对啊，然后第二届我看一下第二届人在哪。哎，第二届他也出现了、欸，哎没有没有没有，第二届出现是 Marine Road 哦，我的天。哦，不错、啊。然后第三届那就不用讲了嘛，垫底啊，可怜了、啊。他两场加起来不到20分钟啊，差不多啊，你上不也差不多是不是？不然我打雷诺应该是10分钟，可怜了、啊。哇，我记得雷诺打我们都在赶火车，你知道吗？光辉枪，真不错啊。啊，雷诺打 Innovation， 预测一下。说啊，搞不好有机会啊。谁有机会？不好说啊。谁有机会？看看李哥有没有去问问李哥，对不对？怎么打？是这样吗？好啦，那我们这边。对不对？又是漫长的等待了，休息一下，这边待会就是最终出现战了，由 Innovation 当雷诺，究竟这个 C 组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出现的人是谁呢？等我们休息一下，现在比赛马上回来。